而家儲下儲下咧，十零年嚟咧就已經有四五百對噶啦咁樣嚇。我就真係欣賞佢哋顏色嘅配搭啊，款式嘅多變啊，咁即係我其實好欣賞佢象徵啊，同埋對一個潮流嘅逆步逆吹。李慧娴係一位陶藝家，不過喺佢嘅工作室裏面，我哋就見到佢珍藏咗幾百對鞋。但係如果睇真啲，呢啲鞋同我哋日常著嘅好唔同，因為呢啲都係祭祀用嘅紙鞋。草紙鞋好似好怪咁樣樣嚇，我啲朋友咧，已經見怪不怪啦。除咗有一個比較特別啲嘅朋友，佢就有一啲忌諱嘅。咁我亦都提問一個幾有趣嘅問題，佢話：你怕唔怕夜晚有人嚟試鞋噶？咁樣。李慧娴收集紙鞋係由2000年開始，佢係因為一次展覽而開始呢一個與眾不同嘅興趣。嗰次咧就喺個藝術會嗰度。咁、那個展覽咧就叫做Lost and Found。咁我哋有兩個好大嘅色櫃嘅，有好大嘅玻璃。忽然間就諗起啲紙製用品，咁啊諗起啲鞋鋪喎。咁於是我就想將嗰個環境咧轉咗做一個鞋鋪咁樣，想係觀察下我哋嗰個消費文化嘅意義嘅。不斷喺度提問緊，我哋係咪真係需要咁多對鞋咧？咁所以咧就紙鞋買嘅時候咧。最早是因為我是當它做了一個展覽的元素咁樣開始儲的。由2000年到而家，李慧娴總共收集了超過500對紙鞋，佢對紙鞋情有獨鍾，是跟佢的工作有關。我是教設計的，咁同埋我是教產品設計，咁所以有時都很特別到一些產品嘅。咁我覺得呢些是一種另類的設計師嚟嘅，咁樣自己點樣編配啲顏色啊？你睇佢自己畫的圖案落去啊，同埋啲紙鞋真的有很多 A4 嘅形式嘅。咁呢個都是一個設計師的選擇嚟咁樣。李慧娴所收藏的鞋款林林種種。这些产品的不同设计是追随着香港过去12年的服饰潮流。在12年里面，就真的市场上有什么东西呢？就是纸扎铺那里有什么东西的，变成是那里是一个12年的社会消费模式的一个纪录来的。我早期收的那些，你看到就是个款是、很规律的，是一模一样的。佢變化咧，不外乎係兩樣，一樣咧就喺顏色上嘅變化，咁第二個變化咧就喺個裝飾物啦。咁呢對係相對嚟講係早期啲嘅，大概係2000年嗰陣時收嘅。咁我哋睇下咧，就佢係個波鞋啦，咁佢即係做呢個鞋帶嘅時候咧，就好似係咁以即係一啲象徵意思就得噶啦。咁但係如果我哋攞一個而家呢個咧，係我今年啱啱買新嘅藏品咁樣啊。呢、這個就真係好似即係以假亂真嗰個效果咁樣樣喎嚇，覺得個消費模式唔同啊。以前咧你會覺得係隨便啲有少少啊鞋一對啦咁樣樣，但係而家又要講時款啊，即係會追求嗰個潮流啊。50年代開始啦，咁嗰啲人都如果燒啲鞋啊，多數都係燒呢一種比較單純啲。咁求其揾啲紙啊，卷到好似功夫鞋啊，或者爛佬鞋啊咁做咯。80年代開始啦，咁好多都話想嘗試啲新品種啊。咁我哋咧就攞個模式上去叫國內啲工廠做啦。而家咧就做到有啲名牌啊咁咯，同埋做啲現時流行嗰啲最流行嘅款式咯。考慮一對鞋我會買或者不買，最主要就是它是不是一個新貨來的，在我的藏品裏面我有沒有，因為有時就是以前好像見過這個款，但是原來現在又有一個新的圖案或者新的顏色，那我都會考慮的。初初的出發點或者是想批評一下或者批判一下消費文化嘅，但係而家自己咧就自投羅網啦嚇，簡直係一個好不智嘅消費者咁啊！見新貨就買，見新貨就買嚇。
收呢啲纸鞋咧，久唔久咧要拎出嚟咧，要维修一下嘅，因为佢本来制作嘅原意咧就系佢系个生命应该系好短嘅，咁你烧咗佢咧就即系吓灰飞烟灭冇咗啦。佢制作嘅过程咧就用好少嘅胶水嘅啫，好薄好薄搽到吓，咁变咗咧佢好即系经过一段时间咧。咁佢就嗰啲膠水咧就已經係會失效啊！咁於是成對鞋咧，可能咧就會鬆咗、彈咗一個部分嘅。咁所以咁我久唔久咪拎出嚟睇下咯。好似我哋以前咧喺小學同中學做勞作嘅時候，咁你一步一步咁樣係由嗰個平面咧就變咗個立體嘅。咁又係有另外一番嘅樂趣嘅喎，咁樣嚇。我哋好容易就買到紙扎用品，價錢亦都唔高。李慧娴认为纸扎用品虽然寻常不过，但系就有独特嘅收藏价值。系一个我谂系可能喺收藏嗰方面系成日都俾人忽略咗嘅，即系我觉得系一个比较忽略咗，但系其实佢系好普遍啊。你成日喺纸扎铺睇到嗰啲日用品咧，即系就话衣食住行嗰啲啊，好似真实嘅即系个生活嘅写照嚟嘅，或者一面镜咁样啊。咁當然係唔排除咧，佢都係一種咧，我哋個民間個紙藝啊。咁我喺呢方面，我反而都覺得係有一個保存嘅價值嘅喎。嚟預備三二一，飲杯 ，Cheers！ 今晚嘅展覽正式開幕啦！今年十一月，李慧娴再次举办展览，展出大约130对纸鞋。我觉得好难得有个机会可以一次过咧，系将百几对纸鞋陈列出嚟同大家分享咁样样咯。以往我哋平时系拜先人嘅时候，一烧就冇咗啦嘛。咁但系我今次发觉，咦，原系喎，原来佢哋都有从中有个艺术价值渗透响度。我覺得咧鞋底都係一個好特別嘅，因為佢有唔同嘅 texture 啦，唔同嘅花紋啦嚇，咁樣我覺得係好精彩。平時咧，因為礙於空間咧，自己儲藏空間唔係好大啊，冇乜機會可以將即係一大部分嘅鞋咧就一次過咁樣排列啊，咁所以今次都覺得好開心，好痛快。从事本土文化推广工作的吴文正对纸制用品同样感到兴趣。15年前，他开始收集纸盒，到而家藏品超过2000件。我自己读书时候咧读设计嘅，对啲旧嘅物件咧就情有独钟啦。咁发觉喺坊间里面咧，其实有好多好靓嘅啲唔同嘅包装嘅盒咧，都用嚟包啲唔同嘅物件啦。咁发觉呢样嘢其实都系一个几有趣嘅。戰前呢啲紙盒包裝設計咧，其實係有兩種好特別嘅風格出現緊嘅，一種好傳統嘅一啲吉祥圖案啦，花鳥啊、壽星公啊，或者係啲瑞獸作為佢哋嘅包裝形式。咁至於另一種形式咧，就係因為受咗當其時早年民國初年咧月份排畫嘅影響咧，例如一啲當其時好新興嘅百貨業啦，同埋一啲賣啲另外綢缎嘅啲鋪頭咧，佢哋對象咧都係以女性為主嘅，咁所以佢包裝上面咧。都很多時候會用女性的肖像畫作為他們的包裝設計。手上這個盒子應該是我這麼多盒裡面最喜歡其中一個。這個盒上面其實很簡單很直接，一來我覺得很難得一件事，就是可以找到一個戰前的盒子可以這麼完整和這麼漂亮。二來很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中間這個這樣設計，這個即是女性的肖像，我看到非常優雅的整個樣子，即係可以睇到當其時呢個畫師嗰個功力咧，非常之深厚。呢個盒咧大概係30至40年代到啦。咁我哋睇到當其時其實咧，女性咧開始係西化嘅，因為同埋女性嘅地位咧開始慢慢提高咗。咁所以咧，佢哋都追求自己嘅潮流啦，同埋追求自己的形象嘅。我手頭上咧另一個盒咧，我會覺得係好反映到香港文化嘅。其實早年嚟講咧，這個咁樣貴妃出浴嘅題材咧，經常喺啲唔同嘅地方出現。但係估唔到咧，呢間賣燕窩嘅老店咧，竟然用上呢個貴妃出浴咧，做咗佢哋嗰個盒嘅包裝。可能即係希望話，食完燕窩之後咧，
即係會靚到好似楊貴妃咁啦，咁可能用咗呢種手法咧，去推介呢個咁樣嘅故事咧。紙盒屬於較冷門嘅收藏品，吳文正認為要收集都好有難度。一定係周街盪噶啦，周圍即係去揾啦，唔係好多人去儲呢樣嘢，咁亦都好少機會或者去交換，咁個過程咧係好個人啦，同埋會悶啲嘅。但係亦都落在其中咯，我覺得係，因為個過程裏面識到好多唔同朋友啊。香咧都係用緊呢啲玻璃紙嘅最基本嘅包裝方法咯。喺人哋旁人眼中咧，我哋呢種咁樣嘅收集狂咧，其實係一啲有少少另類嘅人啦，覺得。咁但係我哋自己本身嚟講咧，就覺得非常之開心，因為我哋可以透過自己嘅興趣啦，或者發掘一啲唔同嘅睇法啊，或者將個故事講出嚟咧，嗰種成功感係好大嘅，會係。呢、這個倉擺咗我咁多年嚟一啲唔同收收埋埋嘅一啲香港嘅一啲物件啦，啲好臨審、好細微嘅嘢，例如啲紙包啊、啲盒啊，或者係啲日常用品啊、啲杯杯碟碟。咁當然你付出落代價啦，因為呢度係要租嘅，每個月要交租的地方啦。咁但係我會覺得係值得嘅，因為呢啲嘢其實本身如果你再唔去處理同埋收埋嘅話咧，其實係會慢慢去流失嘅。在吴文正众多的藏品中，纸盒有2000多个，而七成是中成药的纸盒或者是包装。这一集我估是50年代中到70年代左右，都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些药品的早年的包装。这些宝贝来的，真的就是很反映到那个时代的需要。这个其实是一个用纸去包住一樽玻璃樽嘅即係用水，紙咧其實係對嗰個保護性好強同埋中性。你知藥品咧就唔可以受到污染嘅，佢包住成樽藥咧已經做咗一個好好嘅即係保護喺度。咁呢個係早年咧啲藥商咧好中意用嘅方法嚟嘅，會係。因為佢哋呢啲藥咧叫食落肚咧，咁所以佢哋係非常標榜佢哋相遇同埋佢哋可靠性。很多時咧會用一個叫俏樣商標咧作為佢哋嗰個 trademark 嘅，希望冒版嘅人咧唔能夠再冒版啦。再加上佢哋覺得連個老闆都願意即係拋頭露面，用自己嘅樣嚟做生招牌嘅話咧，一定係正貨。我手頭上呢一個藥盒咧，其實我覺得都係幾有趣嘅。第一嚟講咧，佢係一個天地合嘅形式，即係有天啦、有地啦，咁合埋啦。咁而裏面咧係賣一個跌打丸嘅，咁最有趣的地方咧，其實咧係佢本身嚟講咧，嗰個商標咧係用咗佢創辦人，唔係一個喎，係幾代喎。佢好強調佢哋本身嗰個藥廠咧係百幾年嘅老字號啦。依家手上呢一張咁嘅訪單咧，亦都會將佢一啲藥廠啲唔同嘅資訊咧印曬上去嘅，例如佢嗰個創辦歷史啊。公司的電話啊，或者是一些地址啊，務求呢就增加個購買者信心。除了訪單之外呢，就有一樣叫驗真券的物件，其實是另一個標籤呢，希望可以提高那個防偽的一個物件來的。他們為了去防止一些藥商去假冒他們呢，那他們會用了這種手法，就叫詛咒法。咁例如就會話，如果冒我者咧，就會子孫不昌或者男盜女娼。咁所以咧，呢啲其實都係好傳統中國人一啲好有趣的地方啦嚇。40、50年代出產中成藥嘅廠商，想盡辦法防止假貨，用咗好多心機，甚至不惜工本去提升包裝技術。當年要防偽咧，主要就係喺嗰個作畫。利用最精密的花邊和花球，整個配合呢就令到重新做多次都難的，變成防偽的方面呢就是很有功效的。這件產品呢就是家父所做印刷，他們用到最精美的粒板印刷和印銀紙印證券那些是一樣的，
成本太高，要冒充它是一件很难的事。我成日觉得在这些旧物里面其实是有一种生命在这里，一件平平无奇的包装，但是它看到背后一班设计师花了很多心血，反而我觉得这件事其实 是被人忽略了。我是希望真的在我可以认识的范畴里面将这少少的历史故事讲出来给下一代知道，明白到某个时候的不同的物件的背后的一些历史渊源呢，其实是对于他们来讲是非 常重要的。会是从事零售业的李守正，亦都系因为想保存香港文化，而在十年前开始收集旧物件，更加在2012年开了个展览馆。开头都是因为自己一啲小小的兴趣，开始去收集一啲旧物，都冇想过会越储越多咯，越嚟越即系好似话泥足深陷咁样咯。因为我觉得有一份使命啦，去保留香港一啲文化嘅嘢咯，即係我唔知道可以做得幾多少，但係我盡做咯。當然喺呢個過程咧，即係亦都要出錢，又需要啲心力，即係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唔容易嘅一件事咯。李守正收藏咗唔少紙品玩意，有部分仲係佢細個嘅時候玩過嘅。因為呢啲紙品嘅一啲嘅玩意咧，亦可以反映到當時香港嘅一啲文化啦、潮流啦，或者一啲電影啊、電視啊、劇集啊咁樣嘅嚇。好似譬如話以前最早期即係嗰個公仔紙咁計啦，譬如話六十年代嗰啲係一啲中式嘅歷史人物啊，或者一啲民間故事嘅一啲人物啊，例如啊《水滸傳》啊。去到70年代咧，就會睇到一啲嘅特攝片啦，譬如話小老寶啊、超人啊咁樣，亦都反映到當時嘅文化啦。咁我最記得咧嗰陣時咧就攞住呢個盒咧就去同人哋玩噶啦。咁一人咧就攞住個餅盒啊，即係佢有一個，我有一個，嗰、那個有一個咁樣，就攞出嚟咧就大家數十張，抌曬落去撈亂佢，跟住咧就一拍。啲風一吹起，咁如果嗰個咧反轉咗，就代表係你噶啦，你可以攞走噶啦。呢個中國式咧就有，譬如話當時咧好流行嘅霍元甲啊，嗰時黃元申啊咁樣，直情係照佢嘅樣去做嘅。咁最早咧，原來係就1811年咧，有個英國人咧開始就設計咗有呢種遊戲。咁譬如話，好似我即係呢一款呢啲咧，就係40年代美國。嘅著衫公仔啦，咁有唔同嘅衫啦，有唔同嘅鞋啦，有唔同嘅飾物咁樣嘅。如果喺香港咧，我哋即係所知嘅咧，就係60年代開始咯。70年代就即係好多女孩子都好流行去玩呢啲著衫公仔咁樣。咁我哋喺佢嘅即係服裝嘅設計上邊咧，都睇到好多嘅當時嘅特色咯，例如喇叭褲啦，例如短背心啦，你會諗起羅文嗰陣時參加比賽嘅時候嗰個模樣啦咁樣。咁而女仔嗰度咧，呢一張就比較得意啲，就係一啲咧，即係好，即係佢個樣咧，就好似當時嘅明星啦，例如阿迪娜咁樣啦。咁而且咧，佢就即係喺啲服飾咧，又係睇到當時嘅文化。大哥，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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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咗你好開心。係啊，我見到你好開心。留咗多少嘢俾你睇下啱唔啱啊？好啊，好啊。哇！呢啲單據得意啊，呢啲係咩先？講起啊！呢、这個山歌嘅呢啲幾耐咧？我估計咧七八十年點都有啊！七八十年啊呢啲，哇！即係你話呢啲紙品呢啲嘢咧，即係如果保持到七八十年，好叻噶啦！我收嗰時咧，嗰、那個籠底啊，就有一張報紙咧係超過八十年到而家。係咪啊？書嗰啲。大家喺度研究，喺度交流咧，呢個好開心噶，啊，即係唔係淨係買賣啊，即係呢個喺個交流當中咧，大家都有共同嘅興趣，共同一啲嘅使命啦，我哋覺得啊，係特別投契，特別開心咯。啊，其實係咁樣嘅，咁樣開嘅，係啦，又嚟呢度啊！李守正的展览馆每星期有4日给公众人士购票参观，而他就会兼任导赏员，分享藏品的故事。
有冇人寄過電視翻鄉下？有冇？真係有啊嘛！嗱，通常咧寄電視咧會寄呢個牌子嘅，係咪啊？我哋燙衫之前咧，噗咁樣就噴落去啊嘛，跟住就燙衫啦嘛，係咪啊？叫噴水壺係咪啊？你做女嘅時候見過未啊？我那時候在細路哥度見過，我爸爸都裁縫咧。哇！好叻啊，好叻啊！大家在交流方面咧，亦都喺即係大家去懷緬啊過去嘅時候咧，嗰份嘅喜樂咧，嗰份滿足咧係即係好難去形容啊，所以好興奮嘅，好開心嘅，所以唔係用錢可以衡量得到咯，同埋買得到咯，啊，所以值得㗎。